看到没有？同情的投资是行业。你大姐，我们要做什么？现在做什么？大姐，你卡架啦！你莫打开背对镜头，你这样水，你知无？啊！那要帮我喂鹅。漂亮漂亮啊，喂鹅。对，那些鹅都帮我工作啊，一定要让它怎样补充能量啊。他们都在等它，不是都在吃吗？对，它自己会吃啦，不用喂它吧？我想。你看，鹅都一直在排队等你们要去喂它。对啊，真的吗？怎么喂？我们要怎么喂？啊，那你赶快找看看饲料在哪里。找一下，找一下。应该在桶子里面是吧？桶子里吗？不是，在那里啊，在那个。是不是啊？不是，这个是鸭子。啊！好凶哦，好凶哦！他的声音跟那个跟猫一样。在家里面哈。哎，老板你已经说了，他们已经指给我们了。这么会自己来吃吗？他会吧？他就是打碎的玉米，这个就相当于那个小米稀饭的。这样，这样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地板吗？不能，他故意地板吃了。你过来，不要不要，你把他赶过去了。过，再过，再过，过头了啦！你钻个鸟啊！你快点啊！你钻太慢了啦！后面那几个不更惨，还带着摄影机钻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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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！好，到了，哎，跑啊！豆哥，豆哥，哇，来来来！饲料放在他的碗里，他就会过来吃。老乡啊！这个节目是减肥，在好累哦。OK 的，再瘦个几磅，不就 OK 的 ？Very good。在里面，来，大家跟我一起来减肥。麻烦你了，赚点一点，他就全部来吃了。料理哦，真的有哦。对对，哎，你看，我会料理吧？你看，会，鸭料理我会。鸭料理，好吃。有一只狼来了，把它赶走，把它赶走，把它赶走！我来了，赶快，不要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把它赶走！你看，鸡都歪了。David哥，所以你不知道那只鸡出现是干嘛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。那只鸡出现的时候，你就这样拿着这个卫生纸，我就好，然后去丢。以前我们去一个餐厅都是这样叫服务员，你就这样，你就再丢回去，用力。好了，要干嘛？捡鹅蛋比赛。捡鹅蛋，不要闹了。你知道刚刚最快捡到？六颗的手套拿来，我要手套。不行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刚刚大姐说这个季节是鹅下蛋的季节。然后呢？你知道鹅很凶吗？就知道鹅很凶才这样子搞我们啦。就是不知道，他没有在搞我们。都知道，他不是在搞我们，他在搞你。没有，为什么我？因为你最年轻啊，去捡。这什么逻辑啊？这什么？这哪来的逻辑？现场大概一两百颗蛋。现场有十八颗蛋吗？哪有那么多蛋？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，将近一个，总共有二十颗。那不是鸭蛋啊，另外一种。完成六颗养蛋，完成六颗放罐，总共十八颗。好严肃，解散，太严肃了。开始，好。在睡觉而已。哎，这不可能吧？我要。你要我来把蛋赶出去吗？然后我就分开。哎，不一样，我们分工。我今天有一种感觉，我突然间觉得你变聪明了。哦，是吗？是不是我在更新很久了？你好聪明哎，就是。来，我来分工。来 ，OK。会不会咬人啦、啊？会咬人。哎、欸，窦、欸、先生，你也嘎啷吧？窦先生，哇哟！哦，他是什么？他几颗啊？你拿这个，帮我拿这个赶他。等一下，我不会。把他赶走，啊！快！我他那个声音像蛇哎！哦哦。哎呦！你。咬他！这里，哎，好了，我完成了。好，不咬，对，不咬，还有一个同命。这条姜是老的辣。对啊，他帮你拿，拿走。对啊。不确定。什么？一直。他会咬人哦。他会咬人吗？咬人哦。他咬你可能得那个风压症哦。不，来。夹屁股啊！哇！哎，OK。
他觉得鹅咬到他屁股。我真的受不了我自己这么幼稚。哎，安娜，他把他推出来，你这个人，哇，你这，我他可以说是那个在那个最惊险的状况之下，把这六颗蛋拿出来。来，所以你把这蛋准备通常拿来就把它孵成更多的鸭，还是拿来吃啊？就孵。现在就是那个鹅妈妈就是在孵秋天的时候，这个季节。那我们捡起来呢？我们捡起来以后，来好，我们现在再把蛋放回去啊，让它继续孵化。要放对哦，放对窝哦，不要放错了。我就捡到窝，妈妈会排斥别人的小孩哦。我就那一个会吗？变无聊哎。我没有无聊啊，是老板娘讲的，要孵啊。老板娘说要孵啊。嗯，为了要孵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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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发现一个东西，朋友们，他那边喝了半天，虚有其表，然后就跑掉了，然后就跑了。火龙果拿过来，我们要来装箱了。装箱啊？对，装箱才可以卖出去呀。大姐，你这里算是三合院哈？对对对，算三合院。这多久以前的？我们的房子55年。55年？对对。你知道我曾经干过一个蠢事吗？也好喜欢三合院，结果然后我那时候在冲浪的时候，在宜兰我们那个蜜月湾上面的股市的三合院，我这样开车过去，我想这个地方好想买一个。那时候身上有一点钱，那可以买，我就跟我那时候还是女朋友，现在是老婆。嗯。哎，你好，哇，三合院好漂亮哦！请问一下，你们有要卖吗？结果对方就是一个脸这样。我们周楚呢，那不能呗。不是，我是个笨蛋。但是我很喜欢三合院。你有展现你的热情啊？热情哦。那你们这里可以给人家住吗？我可以，可以。可以给人家住？可以吗？对。他想买的话怎么办？没有。我现在两个小孩买不起了，我现在买不起。就是我们租错，所以没有要卖。有没有要？都是一样，是不是租错？都是租主。今天就分两个级数就好，价格比较小一点的，我们就装一箱是18颗。18颗称起来要10斤。18岁。10斤10台斤，你们两个就是负责这个小一点。小一点的。麻烦你就是负责15颗，大一点的我传给你。我们两个小一点。这个算大的吗？对，就大。这个算大。这个大，那大给我大哥的，大的给我。那就是三颗一排，排六排。3颗一排，排6排。这个算大吗？对不对？这个算大。OK 啊，这个嘞，来给我，来继续。有。这小的嘞，来。来。哦，小的呀。这个。哎，有。哎，你这个抓好多。很美哦。不错，哎。你看很美啊，真的好，你看刚好哎，对，你看哇，六颗的话会香，但是要看它够不够重。沿着的箱子要11斤啊。哦，所以一段这个，你说，它长起的比较小，所以要这边交叉。对，这个很茂盛的，看起来好有型哦。谁啊？像不像那个 Fire？ 不是，像那个电影那个 Fireball Castaway。哦 ，Castaway 里面那个 Wilson。这是小的吗？这小的是肯定小的，肯定小的。这是因为那个都是小的，可以送小的跟大的。这个我觉得有十来斤，超过算我的，超过算有，超过我送了。有没有十？刚刚好，十一点二，十一点二。哦，这应该有，这应该有，应该有。哦耶，十一点二。哦，真的太不错了。这个放到里面，好的。晒不到太阳。我们这里哈，我们有一个超级重。巴西啊，我们要登太久了。哎，阿姨啊，那是巴西查甫囡仔。那我们现在就去那一个羊奶的地方。
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住这里，可以可以，欢迎。然后我们就是要，然后我们还要再去羊奶的地方，对，才可以住这里。对，没错。我难道不能冲个澡先吗？好像不行啊，我已经在洗澡了，你知道吗？最近钱难赚，这么多的汗，钱难赚。Oh my god！ 好了，走了，阿姨不要跟我们闹，那就不聊了，好不好？没没，就工资耶，就工资耶。刚刚那大姐说叫我们来找谁？找一个大哥吧，他说找总干事的。哦，是哦。你看一下是不是车上睡觉那个？把那个阿伯叫起来。哎，真的，没错，这个阿伯有礼貌吗？哈喽，彰化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。你好，大气不是像阿伯。你好，王金伯啊，摸他一下，摸他一下。是困一个中昼，是咧擦三。你看耶，当个总干事。我们来找你，我猜你都给我们来追，他就叫我们来找你啊！我怎么知道？我刚其实没有注意听，大姐叫我们来找他干嘛？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啊。这个节目习惯就是这种，找点东西。你爱菜，我算唔知，要多跟你接落去。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吗？你好，阮家干那有杨玲玲，阮家骂人，不用。伊是听无哟，我是听无啊。巴西。我们家只有羊奶啦。那好，哦，阮家干那有牛奶。你看，这时候是在跟你娘。阮家干那有牛奶娘啦。牛奶娘，哦，牛奶娘。你卖搞懂。牛奶娘，牛奶娘，让我打，让我打。来，第二开始。但是，请问一下吼，这是恁同伴啊？请问伊是无困床头，无清楚了。伊不是无清楚，伊唔捌清楚过。来这个乡下就要引咎仪，要引咎仪。除了温到羊奶以外，要喝羊奶就要先给羊准备的草料。因除了做滴滴滴滴滴滴滴以外，还有怎样？他不是那个是 DJ 啦，那是 VJ。我们介绍音乐录影，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在场子里面那个？是在录音室里面的？那是我误会了，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想这样讲啊，那个都是那个时候是门外汉。哎呦，隔喊如何隔山？哎，隔喊如何隔山？啊，所以要麻烦您，看到嘞，不要这样，手动一下，手动。切东西，切东西，对，做得好。啊，你看，切东西。这边啊，今天麦克讲讲，麦克当时，你头等弄一扁啊。啊，对对。水工。来，来一样。我们先到。哦，来到这个小屁禁地。小屁禁地，叫小屁禁地。小屁禁地，小屁。跟各位分享一下哈，这个牧草虽然长得很高，可是它要长那么高，就是要把牧草割到底。割到底哦，割到底像这个像这个长，如果你对，如果你砍一半的话，它会从上面的节再冒芽，发两根，冒了那个芽就很丑，牧草就长不高。我来示范一下好不好？剪这个狼尾草。对，如果说你从这边砍下去的话，肯定这底下会冒芽出来。哦，下面会冒芽 ，OK。那冒了芽之后，这个牧草等级是最差的，对，最差的等级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底部，你看它最低的一刀，就简单化了。然后呢？请问你为什么就会增高？为什么不掰断它就好了？您掰啊，它卡住了。哦，掰不了。没错。哦。来来来，狼尾草，来来狼尾草，狼尾。对对对。要感受一下哦。要感受哦。哎，要感受一下。砍多少？有多少砍多少？我们家现在大概六十头。啊？六十头？一头要十五根，一头吃两公斤。哇，你嘞？所以你等一下至少要收120公斤。大哥，对。你知道现在什么是机器的？我不是说要 enjoy 吗？这个不叫 enjoy， 这个叫 punishment。punishment 要受罪，那这样子我们不是每天都在活受罪的吗？所以要乐观一点吼。对呀，所以才说引咎仪。好开心哦！是的，没错。苏东，哎呀，好闻。还要把那个草放整齐哦。等一下我们上车的时候才比较容易一点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
所以我们现在先搬吗？对，好。Let's go, man. Hell no. Come on. 不跟你。Oh, no. Hell no, man. 小朋友叫什么累 ？You gotta be kidding me. 哦，第二天穷做一个羊。我跟你讲啊，那只羊就辛苦一点。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。